640×480是多少寸？640×480是屏幕的分辨率，并不是屏幕的尺寸大小。分辨率就是屏幕图像的精密度，是指显示器所能显示的像素的多少。640×480，简单的理解就是那块屏幕横着有640小格，竖有480个小格，而厂商可以决定格的大小。分辨率又称解析度、解像度，可以从显示分辨率与图像分辨率两个方向来分类。显示分辨率是屏幕图像的精密度，是指显示器所能显示的像素有多少。图像分辨率则是单位英寸中所包含的像素点数。